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奇趣蛋视频。他们像我一样都是女生哦。看我身后的，哇，奇妙仙子艾琳娜，小小宠物屋，小马宝莉、紫月公主，小朋友们喜欢哪一个呢？我们先看这个。蓝色的蛋，艾琳娜。哇，她笑得好甜美啊，长长的大辫子，手里拿着眼罩。漂亮极了。快来看看里面装了什么好玩的呢？扭蛋，我们快来分享好玩的哦。是什么呀？好期待呀！哇哦！是漂亮的女生，乌黑的长发，手里。拿着的是什么呢？好像是魔法棒哦。它好神奇呀！看到了吗？图片上的它是哪一个？我们对比一下，一二三四，这个第四个女生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拼装玩具。贴纸上面的好像也是它，只是没有拿模仿棒。两大包糖果，为了小朋友们的牙齿健康，尽量少吃糖。吃完了刷牙漱口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这个是小小宠物屋。小朋友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啊？像小猫、小狗、小兔子，都是宠物哦。小朋友们喜欢的宠物是什么动物啊？哇，上面的女生特别可爱。哇，里面都是小宠物、小动物玩具，赶快来收集哦！一张贴纸，上面都是小宠物。哇，好大两包糖果！来看可爱的小动物啦！哇，第一次拆到这么漂亮、这么可爱的动物。诶，看起来有点像小熊呢。我们可以把绳子从它的头上面穿进去，戴在手腕上面，戴在包包上面，戴在身上都是可以的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